来吧，重新挑战接龙母亲。带钱，然后的话就没有然后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，找蒙迪买东西。悠悠球，这条线我们主要就拿那个模子啊。香烟 ，OK 了。就这样，三大样买好就行。一头撞过去，他成为朋友，你看多么多么廉价。然后我们就拿这个螺丝起子帮他去拿这个激光笔，走回去。大唐通行证，注意，一头栽过去，然后再注意，再一头栽过去，然后往上走。OK， 回去吃石灰，然后就吃石灰。好了，孩子们，我们去吃这边的石灰吧。然后就斗智斗勇。然后就斗智斗勇，和这个清洁工大叔斗智斗勇。完，这嘴瓢的有些厉害呀。好，这边这个对话的话是没办法跳的。这个他和这个大妈说：“可恶的工作，可恶的女人，哼，女人。”这大叔现在就想说这句话，帮他说回来。让我们再去拿这个激光笔，最后的话要把这个清洁工炸成飞飞 OK 了，我可以去了，走，没有碰壁是最好的。到这里用一下这个香烟，要送到校长那儿去，香烟 OK， 来走，一二三出去，一二三，再回去。注意，往下按，回来，然后再往下按，走，走。你走的有点快，这跑偏了。反正就这样，你管他说了什么，往下按就对了。然后这个清洁工就炸了。炸成飞飞了。我了去，清洁工怎么炸成飞飞了？看你们干的好事儿。行吧，讽刺的是现在没谁来收拾个烂摊子了。螺丝起子，注意两分28秒29秒30什么3分钟，注意按下面这个 ，by 3分09秒38。行吧，杰诺母亲，就这样，这边还有两条线。